新加坡前进党非选区议员梁文辉修改他在星期一发布有关李显阳夫妇被指潜逃的贴文，他也另外发文解释自己无意重伤两位部长或违反国会行为准则，他只是基于公众利益提出观点。梁文辉表示不会应部长的要求删除整则的贴文，因为他认为贴文的其他观点站得住脚。